欢迎收听继续收看南投新闻。全国真出名的冰花园歌戏，自礼拜末开始，一连三天在南投市主神宫演出。精彩表演是吸引了将近千人在现场看戏。观众林明金也亲自到现场，和民众做伙来看戏。昨暝第一场演出是安排了北仙传奇，相当精彩。若是对歌戏有兴趣的观众朋友，千万爱把握这边的好机会。冰花园国剧的声音甲灯光效果，以及演员上赞的演出，是予在场的观众拢学落甲会得志。昨暗是冰花园伫主神宫第一天的演出，演出开始的前一点钟，现场都已经予观众一个满满满。啊，都好看啊，有名啊，因讲到都就对到大啊，啊大伙啊，啊都看这较好啊，其他的我就毋捌看。冰花园的歌仔戏一直都很受大家的欢迎，他的戏码我们都很喜欢。啊，妈妈，我问他，他说他也想来看，所以我们就从雾峰赶快过来。第一场戏安排演出北仙传奇的戏出，在演出进行，观众林明进也特别来到现场，就台带领大家来敲下姓名。啊，我特别来酬谢吼，咱九天圣乐殿的千秋啊，啊来甲写一辈的吼，诶，明华园这个歌戏吼，啊，大家对明华园这个歌戏吼，拢真正热衷啊，拢真爱看这个。明花园啊，所以这些观众啊特别多吼，啊，咱感觉真正欢喜。啊，咱慈善宫呢，会使一向啊，拢在做慈善的工作吼。这慈善宫啊，啊，取之于社会啊，用之于社会啊，啊，这个精神吼，会使达到咱真加敬佩吼。慈善宫登基以来，对地方的帮助是相当多。这摆透过三天三场戏，嘛相信庙方主神求天圣玉帝，会保庇地方一切顺失。慈善宫哦，就是安尼平常时安尼为地方来服务啦。啊，今仔日吼，伊做出三遍戏吼，完全是为着地方平安，啊，甲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吼。啊，所以来做出三遍戏。啊，第一遍戏是咱嘛是咱馆长吼，答谢讲这圣神的这个灵感吼，吼咱这地方会得人搁我平安的安尼吼。明华园精彩的表演，明仔暗时阁有一场。咱岛的乡亲千万爱把握这上后一场，到主神宫来观赏明华园所演出的好戏。记者陈信聪报道。